你还挺嚣张的嘛，来，来打我啊，嗯，来打我啊。你以前不是很威风的吗？还把我当成狗一样的扔出王家，你现在有种的话就来打我啊，打呀，打呀，啊啊！就。我要让你求死不得，我要让你在这个地窖里面每天只能吃受损，每天忍受病痛的折磨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一定将你放出来。好啊，我等你啊，你可要好好的活着啊。你是我所拥有最好玩的玩具，我要把你玩到死。哟，说错了，最好玩的玩具应该是冰心啊。你把冰心怎么样？你把冰心怎么样？我能把他怎么样？不过就是还有。不可能，冰心，不可能，不可能跟你这样。任何贞洁烈女碰到我都没辙的，更何况他已经有了我的孩子，一回生二回熟啊。怎么样，羡慕羡慕啊？你下流，打死你！这个破烂的地窖就让你一个人慢慢享用啊，我回去可冰心了。